故障。它写本产品只可在室内使用。你要在室外是不是？没水喝就在外面。哎，还不错嘛。人太有水就可以。那我在非洲插电是不是很棒？非洲没有电给你用啊。三台厨师机要出现。你看看三台厨师机。就新的那台是制造年份是什么吧？你猜？109年、108年、109年啊？两个月，109年。所以是去年的，啊，他不是说缺货，啊，怎么还把库存拿出来？对呀，说好了缺货嘞，结果还是在仓库里。哪一台是最新的？你来看看，你猜猜看，来三选一，中间那一台啊，一看就知道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会不知道？水吗？有水？太容易了。虾米都有水，拿走。那十分，那你都50分才到，你就来。你这样50分，不会跟我说写啊，写完50分钟你可以写完。也太扯了吧！你这样做，你说考卷10分钟就可以写完？